部要开除旗下知名主播克里斯古默，主要是因为他不当运用媒体的影响力。克里斯企图用自己的人脉来帮助前纽约州长哥哥洗白性丑闻，消息传出之后 CNN 先将他停职，然后雇佣了外部律师展开详细的调查，在发现了一些事证之后，决定要快刀斩乱麻把克里斯开除，而且立刻生效。